首先，先复习一下，就之前写过的那个这个直角三角形，OK。好，那直角三角形之前我们是固定啦，我们没有个 input 啦，所以这边的话呢，直接就是13个，也就是一，好，然后特别注意啊，前面就12个空白，再来就是11个空白哈，12、11、19、87、6、5、4到一的话，啊这边是零，OK，所以等于是。如果是前面的那个空白部分的话，那就是12到0。那外面这边的话呢，哈，就刚好颠倒，哦，一然后到13，哎，那特别注意哦，它有一些地方是固定的，哈，哪些呢？你会发现哦，星号跟空白的总数哦，一定是13。所以哦，如果我今天呢，假如啊，那写的方法当然好几种，我们假设回圈，哈。For i in range，假如我是从1到14停下来，就13，1到13的话，那我可以怎么写呢？我们之前写过了哈，第一个的话先输出什么？输出这个空白，哎，那所以呢，底下的话我们输出空白，就这一行，哦，这边我们重来了，OK，print 啊，这应该有印象，print 什么？哎，空白，所以空白的话就是啊，里面加一个双引号，里面空白，那乘上呢几次？几次的话，那可以跟 i 有关系，哎，特别注意哦，i 的数量哦，如果假如，哎，特别注意哦，我的总应该空白的数量应该是什么？刚好13个，减掉几个呢？刚好减掉，你会发现啊，刚好减掉 i 就可以了。为什么 i 它初始等于一嘛，所以你会发现呢，刚好 i 这个词哈，刚好就是星号的数量。哎嘛，i 第一次是一个出一直都输出一颗星，啊，第二次到第13，哎，刚刚好，所以特别重要，i 的值刚好可以满足这个星号。那前面空白的话呢，刚好可以用13，因为它总数刚好13个，13减掉多少呢？刚好13减掉 i 的数量，其实就刚好是什么？我们要输出空白的部分。那记得啊，逗点后面呢加一个 END。等于什么呢？等于没有，意思就是说，你 print 每个都要换行，所以如果没有把这个拿掉的话，它会在这一个地方什么换行，哎，跑到下面一行了。哦，OK，好，那再来的话，enter print 什么呢？接下来就 print 什么？print 星号，几颗星，乘上什么呢？干脆乘上 i 就可以了。OK，意思就是说哈，我就把这个星号啊，这个空白先输出12个。然后呢，再把这个星号一个放在后面，然后因为这个后面没有 END，有没有等于空白的，所以它这边就换行到这里。然后再下一个的话呢，刚好 i 已经等于2了，所以呢13减掉2刚好11，11个空白，然后一样就把那个换行拿掉，然后 i 的值等于2，所以就是刚好两颗星，以此类推。OK，最后的话呢，到这边。到这边的话呢，刚好是最后一个是13减13啦，13减13刚好零，零的话意思说没有输入星，没有输入空白，那就全部都是星号。OK，执行给各位看一下。这题我记得我们自己已经有讲过了啊，只是说你有没有办法很快可以把它写出来三行。那如果反过来的话，反向我讲过了啊，就怎么样了？把什么13逗点一逗点。负一嘛，有没有？哎，不，应该这边应该不是一，应该是吧，零才对，因为13跑到那个零停下来，不输入零，输入一嘛。OK，那记得后面一定要再加一个减一哦，减一的话是越来越少，step 一定要加，如果不加的话，它就跑13就停下来了。OK 哈，所以这边的话我是应该理论上底下不用改，因为13。13减没刚好没有空白，OK 好，然后再来就输入13个星号，所以执行，OK 哎这样子，好，那当然了，如果你有这样的概念的话，这一题啊其实它主要什么，就是要增加一个什么，增加一个 a 啦，等于 input，就是多一个 input 了哈，然后小括弧，意思就是说你要输出几颗星嘛哈。然后呢，如果说我 input 我可以怎么样，再把这个 input 不是13，那我就把这个13改成 a 就可以了。这边改成 a，然后这边也改成 a。哎，是，哎，
哎，对，是3哦 ，A， 那其他的话基本上不改，我执行给各位看一下。3如果直接假设啦，考的刚刚不是资料，我是假设啊，类似的题目。哎，这边还有个地方啊、哦，转型忘了加，有没有 ？input int， 记得哦，把它转成整数 ，OK。执行的话呢，再丢给这个两个部件13啊、哦， 13哎有了。啊，如果反过来的话呢？啊，就是直接在什么，把刚刚这个数字啊，从这边改成一，啊，如果改回来的话，一这边改成14，啊，就不用 step 了，正向的哈、哦，执行13，哎 ，OK， 哎，可是哦，这个不是我们最后要的，我们最后是要多一个什么，多等腰，但是等腰的话，你会发现吗，它好像有一个差不多的。规则，也就是下面这个部分有没有？它变成说把这一边有没有，在另外一边又多一个，哎，可是我要怎么样满足哈、哦、这样的一个结果？其实可以从里面什么这个地方可以再去变更一下，我觉得应该在空白一部分不需要变动，会需要变动的是什么？这个几颗星的地方公式。变一下，其实就可以变什么等腰三角形。OK， 那请各位试一下，来画面呢先还给各位啊，先把那个星号输出那个直角三角形复习一下，好，来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哈。